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33面第七行。第七行，从畜生这个地方看起啊。畜生心以为旁生，知旁心之生类，心毗婆沙论云：其行旁，故行一旁。以行旁呢？故行一旁，是故啊，名旁生。旁者恒也。这个意思，简单的说呢，旁啊是不正，心不正，他的行就不正啊。就堕这一类的众生啊，就畜生类啊。心行端正，这是人天两道啊。是心行不正呢，这就是畜生道啊。这是造作无逆失恶比较轻一点的啊，就最轻的了，比恶鬼道轻啊，所以他排在恶鬼道的后面。经文里头这个心毗婆沙论讲得很好，他的行，这个行字说他形状啊，它的形状不正，天人经教里头，圣人教诲里面都讲的有威仪，啊，畜生道、恶鬼道这就没有了。啊，通俗一点讲呢，威仪是属于礼节啊，他们不懂礼节，人表示无礼啊，不懂礼节，没有爱心啊，推己及人之心。这就叫心行不端正啊，不端正了。属于贪嗔痴里面呢，属于愚痴啊，所以愚痴所感的是畜生道。啊，这是这一道的业因啊。心行偏邪啊，邪知邪见啊，我们常讲呢，为非作歹啊，这是他的这个业因啊。所以下面讲行为的行，他的行为也不端正
啊，行为不端正呢，所以他的心行就不正啊，这叫出旁生啊。会疏里面说，此道偏便在住处，披毛戴角，邻家羽毛，四足多足，有足无足。啊，这是讲畜生道啊，它的形状。啊，在哪些地方呢？到处都能看得到，水里面的、陆地上的、空中飞的，啊，都能看到。啊，披毛戴角是兽类，鳞甲，水族的一类。陆地上也有鳞甲，羽毛是鸟雀啊，在空中飞的这一类啊，有四足有多足啊，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有足有无足，蛇这一类呀，就是没有足。那么蛇这一类呀，种类非常之多啊，所以水陆空行，互相吞啖，受苦无量。辅弘记里面说，做中品无逆失物者感知。我在前面呢提到过，这个地方啊应该是下品。魔鬼呀、啊、才是中品啊，他这个地方可能有着错误啊，他这个魔鬼写了下品啊，这个地方写的中品啊。无逆失物感知，这是无逆失物比魔鬼道的罪业要轻，感到啊这一道。阴中虽然没有害众生的心，但是他的心行不善，所以感到这样的报果报。下面一段呢，特别介绍阎罗王界。我们中国习俗里面讲阎罗王啊，十殿呢是第五殿啊，五殿阎罗王他管地狱啊，所以特别把它放在此地来做一个介绍啊。阎摩罗界者，指阎摩罗王之世界啊，他的世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六道啊，无论是哪一道，我们都曾经去住过啊，啊，而且肯定不是一次，都是多次啊。现在这一生到人间来，这一投胎把过去的事情啊给忘掉了啊，如果能够知道自己过去世的事情，我们这一生呢，再不会做坏事。啊，为什么呢？苦头吃多了嘛。啊，就是因为迷惑了，这各因之迷。啊，各因就是生死啊。死苦啊，生也苦啊，啊，这种大苦把我们的记忆摧毁了，啊，过去事情不记得了。
现在外国人有，中国人现在也有了，啊，有一种方法，用催眠的方法了，能叫你回忆到过去时。这个是人工力量的加持，啊，不是佛菩萨加持，也不是鬼神加持，啊，人为的力量加持你，你能够回忆到过去，把过去事情啊能说出来，啊，催眠的境界似梦非梦。他很清楚，说出来之后，旁边用录音把你录下来，等你醒过来之后放给你自己听，啊，你自己说的，你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四世，啊，我们听到有个催眠报告，他能说到过去几十世。啊，年代4000多年，啊，七八十世，这不容易，啊，像这样深度的催眠呢，比较少见，啊，偶尔也能够发现，啊，多看缘分，啊，这下面介绍阎摩罗。又作阎摩，啊，这底下几个名字，啊，到阎摩罗等，都是翻译不一样，啊，是一个意思，翻译不一样。他的意思呢，以为父，父罪人之意，啊，就像用绳索把这个罪人啊捆绑起来。啊，是这个意思。啊，阎摩罗王亦以为平等王。啊，这是五殿阎王啊，平等王啊，啊，阎罗王的意思是平等，平等王。次王登陆，啊，登陆是这一个众生在这个世间的思想、言语、造作是善还是不善，都有记录啊。啊，那么死了以后啊，这是按照你自己。这个心行善不善呢？他来质疑你啊，善有善果，有果报啊。啊，恶那就有罪报啊，所以他质疑世间。啊，生死。罪福之业啊，他管理这个事情的。这个人很公平啊，他不会冤枉你啊，一定是按着你自己过去的心行来判你。你有善行，再送你到天道去。你的善行是属于哪一个等级？天有很多层，他送你去。如果你造作的有罪业，啊，有罪过，罪过也有不同的等级，啊，那应该在哪一个地狱？实在讲呢，消你的罪业啊，啊，那个天上啊是消你的。善业，善业是享福啊，啊，让你享福，消你的善业，
啊，地狱这是苦报，是消你的恶业，我们才真正了解这六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不造业，不造业就没不受报了，这就好啊！不造业到哪里去了？不造业就超越六道了啊！六，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能体会到六道是什么？六道人间造业。啊，三善道跟三恶道呢，都是消业。啊，对，消业里头它也造业，特别是人间。人间是个善道，消业它有造业。啊，天上消业多，造业少。啊，畜生恶鬼，消业消这个恶业多。造业也少，啊，地狱里头完全是消业，没有造业的，啊，地狱不造业了，啊，所以业消了之后，他又会到人间来，啊，到人间如果遇到善知识，如果他很幸运遇到了净宗，他很可能呢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缘分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哪些人遇到了呢？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个要知道啊，无比的庆幸呐！啊，人生难得，我们得人生；佛法难闻，我们闻佛法了，尤其是佛法里头无比殊胜的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还遇到了，还要搞六道吗？这个地方只把六道一个概况给我们说说，如果要细说，说不尽呐。啊，我们编了一本书《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一部经要从头到尾跟大家细说一下，得好几年呢，是个很大分量的课程呢，学了之后有一个好处，再不敢有恶念了。啊，恶念尚且没有，当然不会造恶业了，这肯定的。啊，你会想到啊，应当要超越轮回，要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头，六道苦，六道是秽土啊。啊，至少也要升到四圣法界，那是世间的净土。这里头造不造业呢？这里有很轻的业，不在六道。啊，他永远脱离六道了。啊，人不能不觉悟啊！啊，阎罗王治理世间生死罪缚之业，主守地狱，八寒八热，及其眷属住小狱等，前面我们读过的，都归他管了。
啊，大地狱八寒八热，啊，小地狱有十六游尊地狱，还有孤独地狱，通通归他管。啊，决断善恶，一时贵族又无去处，追是罪人，垂考治法更无休息。这是几句话了，是讲阎罗王的职责啊。所以鬼神，鬼里面的神咒，都是公平正直啊。啊，他为什么到鬼道里做神呢？他跟鬼道里有缘。佛不度无缘众生，同样的道理。啊，任何一个人在六道里头没有缘，对面都不相逢啊。啊，这个语言就太重要了。佛家讲因缘果，特别重视缘，他不讲因生，他讲缘生。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讲因，可以说每一个众生阿赖耶里面事出世间法的种子，可以说通通具足啊。哪一法起现行，这要靠缘。如果没有缘，虽有种子不起现行。菩萨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凡是不善的缘，他远离。于是，不善的果报啊，永远不会现行。啊，我们明白了，就可以学菩萨了。啊，我们过去无始劫来造作的恶因很多，这一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也造了不少啊。能没有果报吗？不可能。啊，有业因就可能有业报。啊，那我们不让这些恶因变成现行，唯一的办法，我们不造恶缘，远离恶缘，啊，这个恶的种子就不会现行。啊，那我们造什么呢？现在我想每个同学都知道啊，我们的造阿弥陀佛的缘，我们心里阿赖耶里头有阿弥陀佛的因啊。现在呢，全心全力要做阿弥陀佛的缘啊。这个缘怎样制造？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见佛是苦啊，啊，因就是前头两句话，
忆佛念佛，忆佛是心里头常常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常常念阿弥陀佛啊，忆佛念佛是因啊，必定见佛是果，说的话说的那么肯定啊，啊，叫人听到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常常听到灾难很多啊。啊，在过去，说实在的话是一年前，不很远，我们在许多场合里头，没听是哪一个人讲灾难了。那可是这一年里面呢，好像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为谈话的主题。啊，我们细心去思维，越来越感到这个问题有严重性。啊，灾难怎么来的？佛知道啊，我们佛弟子知道啊。啊，佛之道是他的定功，他的智慧。我们知道，听佛说的。佛在经上常常讲，我们听佛说的，我们知道。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华严经上说，这一切法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跟识都是我们讲的心。啊，心是真心，识是妄心。啊，妄心不离真心。啊，总而言之，一切法离不开心啊。啊，心怎么变成一切法了？心动就变一切法，心不动啊，一切法就没有了。啊，这个动是波动，现在科学家也证明了。啊，宇宙之间万事万法其实就是个波动现象。啊，所以科学提出了一个弦的理论。啊，像乐器里头弦乐器，啊，弹着，说出这么一个理论，波动现象，啊，那么现在灾难来了，灾难怎么变现呢？一定是个异常的波动，不是正常的，啊，就是反常的一种波动。正常的是与信德相应，不正常的呢是与信德相违背啊，所以连科学家也告诉我们，2012的预言并不可怕，啊，科学家说，他也没有说有，也没有说不没有，他说应该是地球上全人类一个高度警觉、
改变自己的一个好机缘。啊，怎么改呢？要断恶修善，要改邪归正，要端正信念，人类会把这个地球带到更好的境界，那好事情啊！说得很有道理，跟佛法讲的一样。那要不改呢？不改麻烦就来了，啊，那灾难越来越严重了。啊，什么意念是最好的意念？现在我们同学们都明白。读诵《无量寿经》是最好的一念，忆佛念佛是最好的一念。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无量寿经》学习的心得报告是最好的一念。啊，这个灾难的频率确实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很努力的把这一部经啊学习的心得呢，向大家做报告，跟大家一同分享。啊，我希望是在明年六七月了，把这部经讲圆满。啊，那时间的分配势必要每一天再加两个小时。啊，每一天讲四个小时。啊，应该可以讲完。啊，这是有必要的。啊，现在这个年龄呢，一天讲四个钟点还没有问题。啊，应酬要减少了。啊，希望诸位是多听经。多读经啊，少来看我啊，看我怎么呢？你累呀、啊，我也累，我们彼此都累啊，多有一点时间呢，休息，养养精神呢，多听经，多念佛啊，这样好啊，这才是真正我们彼此照顾啊。啊，彼此关怀，啊，互助合作。下面，老居士引用《三起经》里面一句话说：“啊，故三起经曰，降伏夜魔王，虽夜而受报啊。”你看，圣因生善道啊，恶业多泥泞。这首意要记住啊，这个降伏夜魔王，就是把这个造作罪业的人带去，带到哪里去？带到阎罗王里去。交给阎罗王去
治他的罪啊，去审判他。他要是有善心，善行，阎罗王送他到善道啊，佛法里面讲的三善道啊。如果他心行都不善，那就送他到地狱。这四句偈不是吓人的，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能把它看清啊。啊，这四句偈说明阎罗王所执掌的事业，这是他的事业。下面这是附带介绍，是又以双亡啊，一是翻译啊，阎罗王的时候也翻成了双亡。为什么呢？兄及妹皆作地狱王，兄至男士，魅离女士，故云双亡啊。这是佛经上有的。啊，男女都是阎魔王，是平等的。你是说男女不平等的，男女平等啊。阎罗王也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平等啊。啊，真是平等王啊。男的阎罗王管男众，女的阎罗王管女众。啊，所以叫双王。阎摩罗戒者呢，即次王之管戒。啊，这个戒是范围，他们主管的范围啊。居舍论里都说，阎摩王国于此占卜周下过500余善那，就是有行，过500余善。有阎摩王国纵广量一耳，说从此辗转呢，散居于处。他主要治世的这个处所是在我们大地的下面啊，大地的下面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地球的核心。地球核心是一片火海啊，所以地狱叫八热地狱啊。啊，那是他的住处，是他办公处事的所在。啊，纵广量一耳。也像这样子，从此辗转呢，散居于处。啊，于处就像下面《长阿含经》地狱品里所说的，啊，阎浮提南，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王所置处，纵广啊6000余巡，好像是。把整个地球啊都概括了啊，整个地球都是他的
界限啊，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地狱有在大海，有在高山啊，有在树林，有在洞穴啊，也有在空中，无处不在啊。那用现在的科学术语说呢，不同维次的空间啊，这个现象呢是可以相信的啊。地狱如是啊，其实哪一道都没有例外啊，只是空间维次不一样啊。如果我们有一天，肯定会有这一天啊，有能力突破空间维次啊，这在佛法里面讲的心地清净，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空间维次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啊，科学家知道确实有这个东西，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啊，佛知道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我们有分别心，有执着心，就有空间维次。如果分别执着放下了，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没有了的时候，你就通通能看见了啊。所以设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涵盖着一切宇宙，佛经上讲的透彻，一毛端，一微尘，这最小的了啊。这里面都包容了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信息，都在里头。每一个微尘，每一个毛端都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不是一阶一切，一切皆一吗？这华严经上说的啊，真的跟我们讲透彻了，讲明白了啊。大乘经论上讲啊，给你讲真话，即在当下了，就是现前的，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没有此界他方啊，活在当下啊。当下就是一念的下面给我们说明什么叫三恶道啊。三恶道又名三恶趣啊，趣是去向啊，趣跟道的意思相同，又名三途，为一切众生造恶所生之处啊，故名恶道啊。为什么叫恶道呢？一切众生造恶，他就会到这儿去。众恶所感啊，这叫恶趣啊。众善所感呢，那是天界啊，善处啊。啊，人道是善恶混杂的一半一半，这叫人道啊。如果我们的心行善多恶少，它升天去了。地狱
卧鬼畜生这三道，名三恶道。《法华经方便品》里都说，以诸欲因缘最多三恶道，盖为众生如内有贪求欲乐之念，这是因；外呢，攀缘欲尽，就是五欲六尘的境界。这个欲尽是什么呢？佛给我们讲的财色名食睡，这个五个都叫做欲尽，是为缘。一次因缘呢，起念造恶，终堕恶道。最后啊，你一定堕落在恶道里头。啊，你有因有缘吗？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实在也了不起，我觉得那不是平常人，不是凡夫。在上古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诸位要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来，正式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这是国家派特使啊，正式礼请过来的啊。在这个之前有没有呢？肯定有啊，非正式的，非正式可能在周朝中叶就开始有了啊。从印度到中国来啊，旅游做生意的，一定也把这个带来，那是量非常小，影响不大。啊，你看中国人讲这个，性命的哲理，啊，大学开头的三纲，大学之道，大是大人啊，大人是圣人。大学之道就圣学之道啊，在明明德，在亲民，在知遇之下。这三纲我们用华严的教义来解释，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体相用啊，这是大乘法的三纲啊，啊，用大方广这三个字来代表啊，大是体呀，明明德是体呀，啊，清明是相啊，啊，清明是什么意思？亲是亲爱，亲爱一切众生，就这个意思啊。广是讲用，用是什么？至于至善啊。我看这三句跟大方广很相应啊。啊，这是圣人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总纲领，
总的原则。明明德是性体，自性的离体，清明是自性的相貌样子，至于至善呢，是自性的德用。从哪入门呢？怎么圆满呢？那至于至善怎么圆满呢？哎，这讲作用啊。下面八目就说出来了，从各无开始，无就是这里讲的欲望啊，物欲啊，啊，要把物欲放下，物欲不是好东西。啊，那是染污，那是不善。啊，放下什么呢？我们在教学这几十年当中常说，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这叫格物。我们用佛法来解释，大家好懂啊。物格，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智了啊，智智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三福的第三条，发菩提心，菩提觉悟了，不再迷惑了，真正觉悟了啊！啊，真正觉悟的人，肯定身心应果。读诵大乘，智慧开了，劝进行者，不但自己成就了，还得教化别人，教别人。释迦牟尼佛觉悟，觉悟之后一生从事于教育，这个四句啊，就是知止啊，知之而后已成，诚意现前了。啊，诚是什么呢？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啊，曾国藩先生的解释，《求阙斋笔记》里头，为真诚这个诚下了个定义。啊，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定义跟佛经讲的一样，一念不生之为尘。一尘心就正了啊，心不偏不邪，不染不净，佛法讲中道第一谛啊，这是什么？这是心之用，心起的作用啊。心的体是什么？心的体就是诚意啊，诚意起作用。就是两边不离，中道不存啊，才能止于至善呐、啊。啊，止于至善，那个效果
就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善心善行啊，阎罗王把你送到善道去了啊。所以三恶道，那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那就是恶道了啊！放下这个就是善道，就回归自信了。本章居两愿啊，这一章的经文里头有两个愿，有两愿啊。过无恶道愿，即不堕恶道愿。这是第一章啊，首述句，那是总述啊，开头四句，它的文意为：我若证得如来果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皆以究竟成佛。啊，事实我所住持之佛土，具足无量不思议功德庄严。这是经文的意思啊，黄老居士用白话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很容易能够懂得。这以上这数据呢，这四句话呢，是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故于第一愿首宣说之啊，在第一愿的开端啊，说明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微妙殊胜啊，实在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学里头的三纲落实了，三纲八目啊，统统落实了，那是极乐世界呀。啊，我们中国人称为大同之治。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事事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人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随顺心得。啊，中国老祖宗所讲的心得，无人、无常、四维八德。啊，全部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了，你体会到了，啊，它与心得相应的，这是圣贤的境界，这是圣贤的社会，这是圣贤的政治。人是圣贤人，
事是圣贤事啊，境界是圣贤境界啊，后人对这一桩事情无限的向往、仰慕，希望能做到啊！啊，能不能做到？能，用什么方法？教学。中国社会政府里头正式设立官员来教学的啊，管教育的这个官员，尧王的时候啊，啊，尧王那时候设一个司徒官的名字啊，司徒官什么？管教育，像现在的教育部长一样。叫什么？叫五伦八德啊！我们看陈洪谟先生的《五种仪规》啊，你看他第一章啊，就把这桩事情讲出来了啊，讲中国教学的起源。好啊。啊，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君子之国历史悠久啊，啊，正因为是接受圣贤君子的教育，所以这个国家民族啊经历几千年到现在还能存在啊！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没有了。为什么没有的？他们疏忽了圣贤教育，所以灭亡了啊！中国人世世代代讲究圣贤教育，所以到今天还屹立在世界，这个不能不知道。那这个事情不知道，那我们做中国人觉得很羞耻，自己老祖宗这么好的东西都不知道啊，连外国人都晓得，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那么这个四句以下，这分序序四十八愿各个内容，这我在课判里面讲别写啊，前面四句是总说啊，向下这四十八愿呢，这是别说，分别一条一条的来做报告啊。其第一愿曰：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内，这就是三恶道。啊，那过中啊，无有三恶道愿呐、啊。此正表弥陀大悲心切，故首两愿呢，唯愿众生无苦啊。三恶道是苦中之极。这在此地非常明白的显示给我们看，阿弥陀佛缔造极乐世界，
无比殊胜的慈悲啊，这一种对一切众生亲爱的行为，让我们感恩，让我们感动。啊，你一看他的这个理念，从什么地方切入呢？最苦的众生。啊，一切众生生到我这个地方来，不再受苦了。啊，他的国土里头没有三恶道。在《华严经》，我们读过《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啊，这个两品给我们介绍宇宙当中这个大的世界，现在科学家所谓的宏观宇宙。讲得清楚啊，宇宙怎么来的啊，宇宙的缘起都说明白了啊，这样的经文现在所谓是高等科学啊，不仅是高等哲学，是高等科学。许许多多的世界啊，诸佛的刹土都有六道轮回啊，有没有完全是净土呢？有，不多啊，宇宙确实是太大了，所以也不能说它是少数。啊，那是诸佛菩萨的宝土，它里头没有设法界。啊，经典上称它为清净国土。有四圣法界而没有六道轮回的也有。那么由此可知，那个世界用现在的话说，圣贤的教育特别发达啊，所以居民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心行都端正，没有恶念，所以他没有六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为苦难众生建立的啊，乃至于为三恶道众生建立的。所以他有六道，但是三恶道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最低的果报，他是得人身，他不是畜生身，当然更不是恶鬼地狱，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没有六道，它有三道啊，它有三善道，
他没有三恶道。可是他还有个特别，他的仕途是平等的。这个是所有诸佛刹土里头全找不到。遍法界虚空界里头没有，只有这一家。怎么平等呢？仕途平等，常寂光，十报庄严，方便有余，凡身同居。仕途有，清清楚楚有仕途，但是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平等了。这是此地所说的微妙殊胜到基础了。不可思议的境界，如果我们有虚命通，知道自己过去生所造的种种行业，所受的种种果报，你一定会真正觉悟了，不想再搞了，累死了，太可怜了。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毫无意义在这个里头迷惑颠倒。与一切众生相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生生世世这个在觉悟的人看起来是这可怜到极处所以真正觉悟了，不想再搞了到哪里去？诸佛刹土虽然清净庄严，去条件很高去不了这个条件是什么？断烦恼见思烦恼断了，才能生方便有余土，就是四圣法界。几个人能断见思烦恼我们不说高的，是最低的小乘初果，这最低的了，好比是小学一年级他要具备的条件是要把你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放下。错误的看法很多，有最严重的先从这下手头一个有身体，六道众生都把身体执着生活，所以你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六道？执着这个身形是我，是六道轮回主要的一个因素。只要有这个执着，你就决定出去。
啊，这是个麻烦事啊！啊，小乘出国，他明白了，他不再执着了。啊，虽然他不执着，习气没断，还有余习在，所以出国没有出六道轮回，啊，要到四国才超越六道轮回。啊，出国须陀洹，第二个国位斯陀含，第三个国位阿那含，都没有出六道。啊，但是到阿那含呢，他出了，他超越了啊欲界了。他在六道里的，他不到欲界来了，他住在色界天，住在四禅。啊，第四禅色界天，啊，不会再到欲界来了。啊，聪明的、根利的，从四禅就超越六道。如果根性差一点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啊，他再修四空天。啊，到最高的一层非非想出天，再往上提升，提升呢就超越了。你说多难啊？那我们的修学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怎么修了。啊，念佛也会念了，不要执着身是自己，身是假的，随时可以放下。身不是我，身是我的附属的，身不是我，啊，像衣服一样，这是我的衣服，不是我。这个观念重要。啊，第二个观念，错误的这个看法，边界就对立。啊，你有喜欢的，你有讨厌的。喜欢的啊，不愿意跟他分开；讨厌的，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严重对立，这麻烦事啊！你看看佛把他摆在第二条啊，那他多厉害，仅次于执着身体，就第二个是边界呢。这个麻烦可大了啊！那修行怎么修行修法呢？啊，尤其是最讨厌的人啊，早年我在台湾、在美国的时候啊，有些同修来找我问这个问题：怎么修法？啊，我告诉他，你把你最讨厌的人、最不喜欢的人，给他供一个长生牌位。啊，你家里不是有佛、有佛像吗？就供在佛像旁边，每一天拜佛的，拜完之后向他拜三拜。啊，化解掉啊！那有些人真做啊，有效。嗯，轻很多了。有一些人拜了两三年，还是一提起心里就不高兴。我怎么办？我说你功夫还不够啊，继续认真去拜。冤家宜解不宜结，
啊，对待一切众生要存恭敬心，要存感恩的心。啊，为什么要感恩呢？一切众生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因果教育。那他在表演嘛？你看他造善，哎，他得了善报；他造恶，他得了恶报。这就是在我们眼前表演给我们看，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这对我们是有大恩大德了。那我总算是看清楚了，看明白了。真正明了之后，你决定是断恶修善，你有智慧了。啊，断恶修善呢，都没有分别执着。这就高了，这菩萨了。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啊，这就是普通所谓的重实质啊，不重形式。相是形式。啊，注重实质。啊，不着相了吗？啊，不着相是菩萨，着相是凡夫。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所以你要是细心去观察啊，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事，都在教导我们，我们都在受教育。啊，这什么教育呢？这是佛教育，这是菩萨教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教这个。你真的学到了，你真觉悟。啊，真明白之后，你才懂得佛经上所说的一句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哦，他们在做种种事现呢，全是为了叫我的。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很快会成佛了。为什么呢？你见到佛了，所有一切众生都是佛，在那里表演给我看，在那里教我，他不是用言教，他用身教，怎么能不感恩呢？啊，善财童子之所以一生成就，就这个道理。对一切众生念得利此啊，念是感激啊，啊，他做出种种表演让我觉悟了啊，对我有恩德了啊，我感激他了啊，礼是对他恭敬，慈不学他。啊，他作恶不学他。他行善学他不执着。
换一句话说，一丝毫名利的念头都没有。古人有两句话说得很好啊，为善莫近名，你做善事不要有名，有名就坏了。那做坏事呢，莫近行啊，坏事可以做，但是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守住啊，可见的那个善与恶都是有范围的啊，不可以尽善，不能尽名，恶不能尽行，这叫你走中道啊！啊，走中道的人是有福的人啊！啊，下面说密教中曰，大悲为根，菩提为因，方便为究竟。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曰，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故愿过中永无我缺。这些话都是形容阿弥陀佛大悲心切啊，大悲甚是怜悯一切我道众生啊，他给我们做了方便，方便是究竟啊。啊，菩萨能够舍己为人，勤于教化众生，不疲不厌，什么力量推动了他？世间人啊，你认真努力工作，那个动力是什么？是名利呀，有名有利呀，你就拼命去干，如果名利没有了，你就不干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民勤奋起来了。在这个之前，我们在国外所听到的，啊，有不少人到中国去访问，啊，他怎么说呢？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懒惰的人，他不工作。都不愿意工作，非常消极。那是什么呢？那时候人民公社过日子嘛，没有名利嘛，你干再多也是这么多，你不干也是这么多，所以大家就不干了嘛。那这一改革之后，干的所得的是你自己的，拼命干，日夜不休息。啊，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那佛菩萨什么都不要，他为什么也拼命干？慈悲心，叫悲心，这是个动力了。这个动力比力呀，那要强得太多了。力没有了，他就不干了。这个悲心他不会没有，他是永恒不灭。啊，悲心来推动，永远没有休息的，永远没有停止的。
世间法里头找不到这样的动力可以跟悲心相比，找不到啊！所以不学佛的人看到好像学佛的人那么样精进啊，他又没有明明灭灭，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傻了啊？其实他一点不傻，他是大悲心流露出来了啊，他在修菩萨道啊，啊，一点都不稀奇，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菩提为因，菩提是觉了，不迷惑了。你看，大悲是根，这是推动的啊，有智慧。没有烦恼，这是菩提啊。方便，方是方法，便是非常恰当的方法啊。方便没有定法啊，一切啊，一定是因时因人因事种种不同啊，啊！但是，总而言之呢，他都归到止于至善啊，做得太好了，太圆满了，这方便才能够做到啊，不是一种方法。所以佛家常常在方便上加两个字，叫善巧方便。啊，非常善良，非常巧妙，啊，这事情做得那么圆满，啊，这才叫究竟。啊，《普贤行愿品》里面也这么说法：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啊，以这个来显示出。阿弥陀佛在因地时候啊，这是法藏比丘啊，他来建造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样的勇猛精进。什么原因？大悲菩提善巧方便啊，确确实实跟中国大学上所讲的意思相吻合啊，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啊，止于至善就是方便为究竟呐 啊亲民菩提为因呐、啊，明德大悲为体为根呐、啊。这三纲是一切众生的本性啊，《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三纲就是性本善啊，每个人都有啊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了？迷失了自信，就是迷失了这三纲啊，我们把明德亲民至善统统灭了明德变成无明了，不明特糊涂了吗？不明了吗？啊，亲民变成烦恼了。啊，亲民本来是智慧呀、菩提呀，变成烦恼了。
啊，善巧方便呢，变成造业了，造作一切恶业，颠倒了，180度颠倒了，这叫凡夫。转过来的圣人佛菩萨，啊，这个是第一愿，故无我道啊。再看下面第二啊，第二愿，不堕我趣愿，何愿？不更我趣愿啊，就是不再堕我道了啊，这是第二愿。此成第一愿而言，我国不但无三恶道，甚至于从阎摩罗界啊，就是阎罗王那里来的啊，这就是说的地狱界等恶道中来生我国之一切众生，受佛之教化，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不但永不更入恶道，并且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了不起啊！啊！这真正叫啊，方便为究竟呢、啊，善巧方便到究竟处啊，就是至于至善呐、啊。啊，用佛经来解释儒家的东西，它讲得透彻。啊，儒家提了个纲啊。用佛详细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那我们就觉悟了。啊，所以汤恩比博士曾经说：“啊，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佛教。啊，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异族的文化到中国来，中国人能包容它、吸收它。”啊，学习它，所以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像我们用这个去讲四书五经，那讲的多有味道啊！啊，真的把它讲透了。啊，所以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大了啊，太大了。啊，中国文化永远不能离开佛教。啊，你看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止于至善。啊，说甚至于。从阎罗王那里来的这些恶道众生，我们知道阎罗王所管的地狱很多很复杂，无论从哪个地狱出来啊，如果遇到有缘的众生啊，那么这些我们都能够理解啊，这些堕在恶道众生，过去生中都是修过佛的。他要不修过佛，他们有这个因。别人帮不上忙。啊，哪些人帮他忙呢？代表的人物叫地藏菩萨。诸位要知道，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
凡是修地藏法门的人，发愿到卧道里面去教化众生，都叫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是个共同的通号，可多了。啊，发愿学地藏菩萨的人很多，慈悲心特重。啊，孝心很重，这跟地藏菩萨就有缘。啊，在各种不同的地狱，这前面讲了很多，里面教化有缘的人呐、啊，啊，这有缘。跟菩萨有缘，阿赖耶里头已经有佛法的种子啊，他在地狱受苦啊，痛苦到极处，这个人叫他念佛求生净土，哎，他听了他就真念阿弥陀佛，真发心求生净土，哎，他真去了。你看，就那么快，一念之间呢、啊，啊，有业障很重的，提醒一次，他听到了，因为太苦了，他还没感觉到，啊，还没有能接受，那就再受苦。啊，菩萨在适当的机缘的时候遇到的时候再提醒他一次，有人经很多次的提醒觉悟了啊，一觉悟就离开啊，啊，地狱的寿命很长啊，那个很长是什么呢？没有遇到缘就很长，如果遇到啊这一些缘，哎，他很快就脱离了。啊，从地狱可以直接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这个法门多殊胜。啊，地狱众生尚且那么容易往生，何况在人道？啊，那人道里面最艰难的为什么不能往，是自己造成的。啊，自己认为眼前环境还不错很好，贪念这个环境舍不得离开。这愚痴啊。啊，所以你念佛没有感应的。你念佛不能马上往生的。啊，经为什么要多读？为什么要多听？用意在哪里？用意叫你能放得下。啊，叫你真正了解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全是虚妄的。啊，古人说了两句话说得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你来投生的时候，你什么都没带来；你将来走的时候，一样带不去。告诉你，这全假的，全是暂时给你看看的，你何必执着呢？啊，听经真正的意思就在此地。啊，真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可以不要听经，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如果放不下，那就非听经不可。为什么呢？你没搞清楚。啊，真搞清楚，没有不肯放下的。啊，
不要你，不要别人劝了，自动就放下了。啊，这一放下，感应就现前。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不能不放下。啊，那卧道来的众生啊，受佛教化，这一句重要啊，他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天天上苦，你去查经典，极乐世界人日常生活是干些什么啊，那个世界里头没有四农工商啊，像我们这里各行各业极乐世界没有，查遍的经典啊，这个是经中第一大经，这里头没有讲，那有做买卖的，有做官的啊，有做哪个行业的都没说，如果要有当然说出来了，四十八愿一定说出来，没有啊啊，所以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啊，除了这两种人之外，没有第三种。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国家的这个形式，啊，没有国王，啊，没有天王，也没有总统，啊，也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个家，没有。没有家庭，有菩萨阿罗汉都是学生啊，佛是老师啊，天天在那里教学啊，啊，天天在那里上课啊，不但听阿弥陀佛上课，每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同时还听十方诸佛教化，那到那里都有神通了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佛在那里教的教化众生啊！这些人有本事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身边。啊，在阿弥陀佛坐下听经的十方世界分身去了啊，他能分无量无边身，这个宇宙之间有多少世界他就能分多少身，每一个分身去亲近那尊佛，你看亲近佛供养，供养是培福啊，文法是智慧呀，福慧双修啊，这到极乐世界修福修慧呀，那可不得了啊！啊，你一天当中修多少福慧？这个世界修一万年都比不上极乐世界一天啊！我们天天想福慧增长，福慧增长。到极乐世界才真的福慧增长，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福慧增长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这个世界是烦恼增长很容易啊，福慧增长很难啊！真正要求圆满的福慧，那就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去受佛教化，你看，不但永远不再入卧道，
那只有一个例外，他到卧道去，卧道众生跟他有缘有感，他现菩萨身、现佛身，到卧道里边去度化众生，再去卧道，不是受罪的人，是佛菩萨了。啊，诸佛菩萨无处不现身啊，哪里有感，哪就有应呐、啊，所以通通成佛了，啊，并悉皆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就是究竟，这就是止于至善。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这至于至善啊，净土论注曰：佛所得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给我们做个注解，解释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梵语啊，古印度的话啊。又法华玄奘曰啊，这跟我们解释阿云无啊，阿这是梵语的发音啊，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啊，有无的无。六多罗中国的意思是上，或者叫无上，三意思是正，苗意思是等啊，下面有个三那是正，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所以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梵语称之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可以把它完全翻出来的，为什么不翻？过去在易经有个体例啊，这在体例里头说叫尊重不翻啊，学佛你到底求的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不是别的啊！决定里面没有明文理呀、啊！啊，我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学佛的人最高的一个目标啊，就是大学里头讲的止于至善呐、啊。至善是无上正等正觉 啊，所以这个是佛门里头啊，是第一法啊，尊重不把它翻出来啊，用音译啊，确实是很容易翻的啊，叫尊重不翻。啊，那么从法华玄义给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啊，我们也就明白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